布，我是布爸，欢迎收看布布布爸。今天是我们的日常小刮刮，布布选择了三张刮刮卡，分别是三星乐、单双乐以及加倍赚，这三张都是由布布自己挑选的。加倍赚的玩法呢，就是幸运号码去对你的号码，若有幸运对中的话，再来看倍数区乘以几倍，就是你可以获得的奖金。单双乐呢，就是看你刮出是单的符号还是双的符号，就在游戏区内找出单数或者双数，就可以得到该对应的奖金。最后一个三星乐，首先先刮出开奖号码，会有三个号码，然后后面有八局游戏，只要八局游戏任何一局或者是更多局有对中开奖号码的话，就可以获得该对应的奖金。接着我们先来看单双乐的奖金结构吧。整理一下吧，单双乐整理完了，看一下它的英文代码是 TUN， 接着看加倍赚的奖金结构。来看加倍赚的英文代码是 GTN， 没有中。接着来看最后一张三星乐的奖金结构。来整理一下，
来看三星乐的英文代码是 THR300 块，中了第四局，这边964，这里300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按下订阅、分享以及按赞。不补不罢，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